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上一次我们讨论到租赁堂，讨论到租赁堂的组织症候的病机分析和方义分析，以及租赁堂的配伍特点。下面我们把租赁堂和五苓散从病机到配伍上进行一个比较。前面讲到了，五苓散是属于外邪入里，循经传腑，这个腑是膀胱，所以外邪入里循经传腑，影响了膀胱的细化，导致呢关门开合不利，所以小便不利为主症。同时，它伴随有水逆症，所以虚水症加水逆症。虚水症表现在呢，由于水液不化，不能布散，口干，可以饮水，但是水漏皆吐。这个水逆呢，还有脐下动悸，造成头眩、心悸，也可以咳嗽。所以五苓散症主要是病位在膀胱。五苓散症呢，既有外邪入里，影响膀胱气化一个层面，又有呢内因当中呢，脾的运化不足，阳不化气，有这个基础，所以用药呢，以利水渗湿的泽泻猪苓茯苓和健脾温阳化气的白术桂子组合，就成为一个利水渗湿、温阳化气的温阳健脾一张治疗祛水症的名方。猪苓汤和五苓散有很多共同地方。从伤寒论角度来看，猪苓汤它也是指外邪入里化热，传入下焦，引起水虚下焦，水热互结，水热互结的小便不利。然后，由于热象明显，可以造成水气上逆，热扰心神，热伤阴液，这些激发变化。所以它可以有心烦、失眠、咳嗽、呕吐，有这一相应的表现。那从病机比较来看，虽然病位都涉及膀胱，但猪苓汤呢，它涉及阳明胃，它涉及水热互结在里呢，影响到膀胱、胃两个病位，所以涉及到胃，又加上热，比五苓散症呢重，比较突出，所以伤阴明显，伤阴明显。因此，在治法上，猪苓汤就利水渗湿和养阴清热相结合，所以它的功效就是利水、清热、养阴。那用药呢，同样用了泽泻、猪苓、茯苓三个药来利水渗湿，但是相应的配了滑石和阿胶，配滑石增强了全方的利水渗湿作用，配阿胶呢，考虑到阴伤，考虑到一定程度的伤阴。阿胶在这个方里的配伍我们现代的研究呢，发现它有促进其他几味药的成分这个吸收的这个
作用啊。当然，古代不一定认识到这个，但是实践当中的效果呢，恰恰从后来的这个我们现代的实验相吻合。那猪苓汤这个方在使用当中呢，当然伤寒论也提出来了，阳明有热，如果汗出多，这个方不适宜使用，因为出汗多的话，又加上这个方利水力量很大，直泻猪苓、茯苓又叫化湿。由于汗和这个水液啊、尿液都是人体精液，所以利水也会增强这个伤阴。既然多汗的情况下，说明阴液损伤严重，那不适宜用这个方，这是用这个方的使用注意了。上面我们讨论了这个猪苓汤的和五苓散的比较，所以从这两个方比较可以看出来，五个药当中三个都一样，那两个次要药物稍作变化，整个方从病位、从疾病的性质、特点、主治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，这是从中可以领悟啊。这个在共性病基础上，兼证差别怎么通过这种配伍呢，来这个适应病情变化了。猪苓汤临床运用呢，辨证要点就使用的基本依据。由于是水热互结的下焦，当然也存在个气化不利问题，所以小便不利是它的主症，这五苓散一样，小便不利是主症。同时，它热象很明显，热象很明显的热邪伤阴。所以口渴、生热、舌红脉细数，是一组它的佐证。在随症运用当中，前面我们讲到过，这个方由于它有这个利水清热养阴作用，同时又用了阿胶，这个阿胶这味药呢，又有止血作用。所以它不但用于热淋啊，还能用于血淋。用于热淋呢，这个方里可以增加清热利水力量，叫栀子车前子。用于血淋呢，要加强凉血止血，叫白茅根大小剂。在使用注意方面呢，我们前面讲到了内热如果重啊，汗多、口渴严重的不宜使用。那前人也往往强调，如果这个热盛汗多、口渴重的话，特别汗出多啊，这个方使用呢，又容易从伤起硬，甚至于造成呢，这个病情严重。这是猪苓汤的临床应用猪苓汤的临床应用。利水渗湿这一节呢，下面一个方是防己黄芪汤。防己黄芪汤也是《金匮要略》的一个方了，张仲景的经方。这个方呢是属于二类方，我们教材大纲呢安排为二类方。这张方在《金匮要略》上有两篇里边呢，都用了这个方，一篇经师叶篇，一篇呢水气病篇。这两篇里边呢，
两条条文啊，只有一字之差。京师一篇里提到风湿，脉浮声重，汗出恶风者，防己黄芪汤主之。水气病篇里提的呢，风水，脉浮声重，汗出恶风嘛，防己黄芪汤主之。那说明呢，这个方张仲景用来治疗呢，就风水、风湿两类病症，两类病症。而这两类病症同时发生的一个基础呢，都有这个汗出、恶风、脉浮、声重。汗出、恶风、脉浮、声重，那反映出来呢，它是一个表虚不固啊，又感受风水风势。所以主治症候呢，它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正气的方面呢，正虚表现在表虚不固，表虚不固，所以它可以有恶风啊、自汗呐、汗出恶风有这种这个表虚表现。那作为风邪兼湿邪，风湿伤于肌表，那风湿症或者风水，风水往往指的上半身为主的水湿泛滥、浮肿水肿。那这两个水湿本为同类，当然，水湿侵之呢，身重，身体沉重。如果属于风湿，主要反映在肢节疼痛上。我们现在所说痹症这一类啊，肢节疼痛。浮肿是风水反应，水肿病了，那从这个舌象脉象来看，舌淡，这个舌苔呢，舌淡苔白那这个一般偏于虚。脉浮呢，有表邪的特点，所以从这个方来讲，对内来说，正气不足表现在表虚不固上，反映的症状呢，汗出恶风。那作为这个邪来讲，它有外来风邪或者风湿之邪。体内由于正虚呢，会产生水湿的病理产物，内外和谐呢，以风湿的肢节疼痛或者风水的浮肿反映出来，这是它的主治，主治。那针对这种情况呢，我们治法需要邪正兼顾，邪正兼顾。所以这个方的功用反映了一气和一气健脾祛风利水。那也可以提到一气祛风健脾利水。虽然一气健脾，它是一个扶正，由于它表虚主要是气虚，气之源头在脾，所以健脾呢，有助于气的不断化生。祛风是散风去表邪，祛风。利水呢，可以除湿，也能治水肿。所以这个方功用是一气祛风、健脾利水。从方医分析来看，这个方的君药呢，当然历来讨论的这个设定这个君药了，这个方案不尽相同，有的以黄芪为君，有的以黄芪为君。我们教材呢，根据多数意见，一般是以黄芪、黄芪联合为君，这体现一个邪正兼顾。
房脊在这里呢，它可以驱风，又可以利水，啊，驱风能驱风湿止痛，啊，止痛。利水呢，能够消水肿。黄芪这味药呢，是补气药。黄芪作为补气药，它有很重要的特点，有较强的固摄作用。特别是黄芪量大的时候，在方中啊，它往往侧重在固摄。我们前面学了不少以黄芪为君药的，啊，在方中用量比例较大的黄芪，你比如说补阳还五汤，或者当归补血汤，啊，这个。这些方里黄芪啊，它不但有补气作用，而且有较强的固摄作用。这种升举，像补中益气汤，升举和固摄呢，是同类的一种作用，同类作用。啊，在当归补血汤里呢，血虚阳浮呢，它可以也有固摄、固表这种作用。在这个方里呢，黄芪也是用来呢益气固表，它既能补气，又能呢针对表虚，这有点像我们前面啊这个提到的玉屏风散，治疗表虚致汗的玉屏风散。玉屏风散里边跟方啊这个方的前三味药相比很相像，玉屏风散。黄芪防风白术，这里是黄芪防脊白术，就差一个字啊，可以领悟一下。两个共同特点呢，都有这种表虚不固啊，致汗恶风，所以都有黄芪和白术连用了。黄芪在这里主要是益气固表，有固摄作用。这成药呢是白术。白术呢，既可以健脾来燥湿，针对了风水风湿含有的水湿为病问题，白术呢又能协助黄芪补气和健脾相结合，啊，补气健脾相结合，白术自身还有止汗作用，这是白术这个啊作为成药。所以它和黄芪相配，也构成治疗表虚中常用的一种组合，啊，常用组合。下面生姜、大枣、甘草都属于佐使药。生姜、大枣呢，在这个地方这个组合，由于外有风邪，所以它起到在表可以调和营卫的作用，在内呢，它可以调和脾胃，啊，调和脾胃。生姜呢，当然还有散水湿的作用，还有散水湿的作用。甘草这味药呢，在这里既能协助黄芪白术补啊补气，又能调和药性，啊，又能调和诸药，为佐使药。这个方药味不多啊，反映出来的一些基本配伍组合还比较丰富，而且在临床上呢，是治疗表虚风水、风湿这个一个常用方啊，一个常用方。实际上，这个方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常用，但是由于整个这个祛湿剂里的一类方比较集中，所以我们把它还定做二类方。防起黄芪汤的运用呢？这是辨证使用的要点，汗出恶风前面讲了，这是很重要，反映它的表虚特点。小便不利呢，水湿壅滞，啊，水湿壅滞。因为如果说小便通利了，啊，水湿就有出路了。所以这个方主治来看，啊，它都一般来说呢，这个。特别是在风水症，啊，
都会有小便不利表现。在临床随症加减呢，这个方证啊，出现兼有喘症、风水啊，往往水湿啊，这个由于外来风邪啊，造成风邪侵犯体表，造成肺气不能宣发，肺气失宣，水道不通，水湿泛滥啊，这样造成影响到肺这个宣发。如果兼喘加麻黄，既能够平喘、宣肺平喘，又能够呢，这个通过宣肺来畅通水道治喘治水了。如果腹痛，用芍药可以缓急止痛，用芍药缓急止痛。如果水气重，可以水气上逆，水气上逆，心悸头眩，那可以加桂枝，增加平冲降逆作用。如果伴随腰膝肿，风湿，伴随有腰膝肿胀，加茯苓泽泻，增加利水作用，增加利水作用，可以利水消肿。在使用当中呢，如果水湿壅盛，肿湿很重的，这个方不适宜。水湿量很重水湿泛滥呢，肿湿很重，这个方的消利水消肿力量呢较小。它治疗风水症一般肿湿呢并不是很重了，所以这个就要掌握这个尺度。上面我们讨论了这个利水渗湿方面的三个方，一个五苓散，一个猪苓汤，一个防己黄芪汤，这三张方都是经方，都是伤寒论语或者金匮要略的方那这个三类方三个方呢，共同特点利水渗湿，以利水为主要的。当然，在防己黄芪汤里呢，它有个表虚问题，所以它祛松利水和益气固表相结合的，这是和前两个方有区别的地方。下面呢，我们讨论第四节，祛湿剂的第四节，温化寒湿。既然说温化，那就是针对了呢，这种湿的产生啊，是阳气不足为主要原因的。阳虚不化，阳虚为寒，所以这是产生寒湿症候为主。所以心病症啊，是从寒化、阳虚不能化水所引起的痰饮水肿，主要用于这一类，用于痰饮水肿为主要。当然，这种寒湿引起范围还可以很广了。这里呢，举了主要的这个病症。临床配伍呢，针对这种寒湿要温化呢，用温阳药和利湿药相结合，这是主要的。温阳药和利湿药相结合，这是往往配合这个方中一种主体。同时配伍啊，健脾药、补肾药以及理气药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湿喜归脾，水湿的产生呢，往往都和脾的运化功能障碍或者减弱这有关。同时呢，肾主水特别是阳要化气的话，人体阳气要温化水液的话，肾阳是非常重要的。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，所以它叫元阳。所以在阳虚到一定程度，往往影响到脾肾阳虚，特别是肾阳虚。
那这种对寒湿症候根据它阳气虚弱的程度啊，那我们选用药物呢往往啊健脾补肾，温阳药就结合健脾补肾。那有的时候呢水湿阻滞气机严重，所以往往要啊结合这个理气药。当然这个总体上呢这类方剂都是温阳药和利湿药相配，这是主要的。这温化寒湿药物配伍上的一些共性啊，一些共性。下面呢我们讨论温化寒湿的第一方苓桂煮甘汤啊，苓桂煮甘汤。苓桂煮甘汤是伤寒论上的方，阻滞症候呢是中阳不足的痰饮病。中阳脾胃阳气，中阳不足实际上它是中焦虚寒的一种基础，中焦虚寒的一种啊这个基础。那阳气不足不能温化水液，水液停留啊，停留为痰饮，停留在局部。在这里呢这个痰饮是中焦，饮停中焦啊，病位啊明确是饮停中焦。中阳不足导致水湿不化，痰饮内停啊，水饮停蓄中焦。那从表现来说，水饮停蓄啊，饮邪为阴邪啊，停蓄就为阻滞气机，气机不利呢叫饮邪随气上逆。饮邪上逆的话啊，可以水饮犯肺哎，短气咳嗽胸胁湿满啊，气机阻滞了，饮邪上逆了，是常见的。饮邪上逆，上肝头部，上肝清阳，可以啊，头晕目眩。心悸也是水饮内停呢，水气凝心，经常出现的现象啊。所以啊，头晕目眩、心悸和胸胁湿满、短气而咳，这是指的这个中焦阳气不足造成寒饮内停，饮邪阻滞气机，寒饮刺激上逆，上逆于心啊，水气凝心啊，或者饮邪破肺啊，或者呢啊饮邪伤肝清阳所造成的。那这个从啊舌象脉象来看的，舌苔是白滑的，苔白偏寒，白滑说明痰饮呢较重啊，痰饮较重。脉弦滑或沉紧啊，也是寒饮内停啊，偏于呢阳虚有寒这种脉象。所以组织症候分析来看，苓桂煮甘汤啊，它是一个啊痰饮内停，中焦是由中焦虚寒，阳啊阳不能化气，水湿内停形成的。所以治法方面呢要温阳健脾，利湿化饮。温阳健脾，利湿化饮。从啊药物组成方面来看啊，用茯苓作为君药，苓桂煮甘汤，茯苓在方中用量最大，作为君药。因为这个方里水饮内停中焦，而且还突出反映个饮邪上逆，饮邪上逆。茯苓既能够渗湿利水，
又能够平冲降逆。特别茯苓擅长于治疗水饮上逆的啊，这种冲逆啊引起的心悸、头眩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作为君药，对茯苓这类用法呢，在中景使用当中啊，有规律性的反应。我们前面讲到的五苓散，也是用茯苓，所以它也可以啊，有这种平冲降逆、水气上逆，针对水气上逆啊这个用法，在这里作为君药，啊，是全方啊，立足于化饮，通过利水渗湿，当然茯苓还能健脾，健脾有助于化饮。方中的桂枝，擅长于温阳化气，能够温化水液，作为成药。桂枝和茯苓同用呢，是一种啊，既能温阳化气，更是平冲降逆的一种基本组合。《伤寒论》上用桂枝和茯苓相配的方的不少。基本它都有一个平冲降逆的、平水气上逆啊这个作用。当然，桂枝的平冲和茯苓的平冲有一定区别。桂枝呢，往往对寒气上逆，啊，偏寒寒气上逆；跟茯苓同用，往往对水气上逆。白术作为佐药，因为白术呢，啊。苦温能够健脾燥湿，燥湿和茯苓的渗湿相配，有助于除湿去饮，而且茯苓、白术都能健脾，白术和桂枝相配又是温阳健脾的一个基本组合啊，基本的常用的组合。甘草。作为使药、调和诸药，同时呢，它有补气作用。补气作用，作为中焦阳气不足啊，这种是虚寒的基础。内生之寒，温必兼补，所以桂枝之温和甘草之补相结合呢，也是治疗内生之寒、温补结合的一种结构。所以。这个方虽然才四味药，但是能够构成一个温阳健脾啊，治其本，利湿化饮啊，治其标，标本兼顾的治疗啊中阳不足痰饮病的一场基础方。这个方的配伍特点，温而不燥。利而不峻，标本兼顾，啊，标本兼顾，这个方很平和，偏温，啊，桂枝、白术、甘草都偏点温，但是呢，温而不燥，也就是说，比较温和，有利水作用，茯苓啊有利水作用，但利而不峻。又不会利水力量很强，而且体现了利水化饮啊和温阳健脾相结合是标本兼顾的。对这类慢性病这种中痰饮病呢，张仲景啊有段话说：“病痰饮者，当以温药和之。”所以它这样的结构符合这个要求。和之，你看合法的和字啊，恢复协调平衡。前面在讲合法时候讲过，啊，用双向调节方法恢复它的协调平衡，所以既考虑到水饮寒饮内停的标，又考虑到啊中阳不足的本。用药呢，温而不燥，利而不峻。
说体现了自弹引子当于温药合之，恢复它的协调平衡，机能的协调平衡，这是它的配伍特点。这张方呢还反映出来了很多基本的配伍组合关系，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，对后世医家临床的应用有很大启发，被大家很推崇。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啊，这一组合，这里把它整理一下，从这个方里反映出来的。茯苓和桂枝相配，既能温阳化气，又能平冲降逆，两个同用，往往凭水气之上逆。啊，茯苓白术呢，是连用，是既能健脾，又能祛湿。茯苓白术都是健脾，都有健脾益气作用。茯苓又常于渗湿利水，白术呢又可以苦温燥湿，两个连用啊。那后来受这个影响，仲景这种配伍关系影响到后世，像四君子汤啊，啊，还有很多方剂，茯苓白术汤啊，就是以茯苓白术为主体的方。名字叫茯苓白术汤的中医方剂大词典里都有啊上百张方，所以对后世影响非常大。这种配伍结构，桂枝和白术相配呢，它是温阳健脾的基本结构啊，温阳健脾的基本结构。当然这个从温阳方法健脾方法相结合呢，当然桂枝白术后来附子白术像这些啊，从仲景时代开始啊，这类温阳健脾结构就已经用的比较多了，基本配伍组合了。桂枝甘草相配啊，这是在张仲景的经方里呢，是个桂枝甘草汤，它本身可以温通清阳，也有平冲降逆作用啊，温通清阳也有平冲降逆作用。茯苓和甘草相配呢，甘草如果单独使用容易令人中满啊，而茯苓甘草相配，这个在汪昂啊，他就说这种相配啊，就不滋满反泻满，甘草就不会引起中满。所以这都是啊，这个仲景在经方里用的较多的一种配伍关系，常用。所以从苓桂竹甘汤这四味药里反映出基本配伍组合啊，这个对后世的启发是很大的。在临床应用上，这个方辨证要点呢，是痰饮停于中焦以后，主治气机胸胁滋满，目眩心悸，眼睛发花心跳。那这个呢，它强调水气的啊，水饮之气上逆，舌苔白滑。我们前面讲了啊，舌质一般淡了，苔白滑反映饮邪停蓄。临床啊，随症加减呢，那这里如果咳嗽痰多，反映啊寒饮量多，这个方里加半夏陈皮，加了半夏陈皮和本身的茯苓甘草一结合，这个方内含一个二陈汤，燥湿化痰，和胃降逆啊，力量增强了。如果心下披满，腹中有水声，哗哗水响啊，或者就长鸣声响啊，会加枳实生姜，这都是张仲景用药配伍的一些规律啊。心下披，用枳实可以消披，消披导致了，也有助于水饮下行，因为它消披能下气啊。生姜呢擅长于散水，所以腹中啊这个长鸣啊，
重金一般都是用生姜，比如生姜、线形汤这些，佛中雷鸣下里也用生姜，所以这个也是随增加减呢，也重金常用的方法。在使用当中，如果是引邪化热，如果它不是一个寒饮，已经随应停息化热，表现呢这种咳嗽啊，痰是粘稠的，当然这个就不宜使用，因为这个方主要是温和利相结合，全方偏温。上面我们讨论的是苓桂煮甘汤的临床应用，那下面我们要比较一下。比较一下这个苓桂煮甘汤和五苓散这两味药，这个两个方有很多共同地方。那从病机的特点、用药的特点上有什么区别的？五苓散可以治疗水饮水饮停蓄的下焦叫蓄水症。苓桂煮甘汤呢，叫痰饮病，痰饮停蓄在中焦，中焦，所以病位上两个有一定差别。虽然都是水液停留，都是水饮症，这是共性的，而且这两个方来讲呢，苓桂煮甘汤四味药，五苓散是五味药。这两个方有三个药是一样的，茯苓、白术、桂枝是一样的。茯苓、白术、桂枝基础上，苓桂煮甘汤都加了个甘草。五苓散呢，就有猪苓、泽泻，猪苓、泽泻。但主治上差别就很大，我们看病位，一个在中，一个在下，病位，一个在中。一个在下，从临床表现来看，都有水气上逆，都会水气上逆。但是五苓散症有一种水逆症，水逆症，可以饮水，水漏皆透。而苓桂煮甘汤症这种水气上逆主要反映在呢，有中焦向上。心悸、头晕目眩，反映在这个方面，不像五苓散奇下动悸，除了水漏皆吐奇下动悸偶尔咳嗽这个吐眼目头眩，这个都可以发生。用药呢，由于五苓散症，它是偏于中阳不足，有中焦虚寒基础，所以呢，他用甘草，他病位在中焦，用甘草，甘草和桂枝相配，温补结合，内生之寒，温逼兼补治疗虚寒的一种常用一种治法和配伍特点那五苓散它下焦，所以呢，它不用甘草。甘草容易使得药性缓流中焦，它不用甘草，用泽泻、猪苓呢，渗湿利水，因为小便不利。苓桂煮甘汤这没有强调小便不利，引停中焦，没有影响到下焦气化，所以就不用泽泻和猪苓。这里随着症候的不同，用药变化很巧妙。很巧妙，所以从这个两个方的比较，都是水饮内停，都有水气上逆，所不同者呢，苓桂煮甘汤症，它是中焦虚寒的基础，寒饮内停，停在中焦；而五苓散症呢，外邪如里循经传腑，导致下焦蓄水症。水蓄膀胱，影响膀胱气化，有小便不利这个特点，然后才有水逆症，才有水逆症。所以用药上呢，
有三位共同的，稍作变化，两个差别，从病位到这个这个病机啊，有明显差别，这是需要比较的。这个苓桂煮甘汤呢，我们就讨论到这里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